现在4点，要起来。Oh my goodness. Let's go. 嗨，大家好，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太太季芳，她的好朋友在铜锣，他们有一家专门做豆腐的，我们要去看他们怎么做豆腐，跟我们一起走。之前要用小兔，以前是用这个是搅拌。真的啊？对啊。那我们现在用机器的话，就比较破花比较均匀这样子。OK， 它破花比较均匀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OK， 好厉害。破完花又我们要上花。OK， 上花。Heavy? I've had heavier.从上面掉下来吗？对对对，那是黄豆。OK， 黄豆从上面下来。它现在在研磨。在研磨。那怎么放豆子到上面？它从那边吸过来。吸过来的。对对对对，这边有个鼓风机在这边，鼓风机。OK， 因为吸力把黄豆吸上来，吸到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它就。对对，叫挤豆桶。这个是磨豆子的地方。不是，这是挤豆桶。OK， 把黄豆集中在那里。对。然后再下来。下来，对，然后经过这个研磨机，然后 OK， 磨豆机，磨豆机，磨豆机，磨豆机 ，OK， 啊，然后这个之后你会把这个溶豆机对吸到上面，煮浆机，它会吸上去吗？会吸到上面的这个容器，然后刚刚倒出来煮浆这个对，哦，到达温度在99度的时候，它就会下来了 ，OK， 对，哇，这是一贯作业。是，对对对 ，OK。那时间到了 ，OK。
这个跟刚刚那个另外一个框的不一样。对对对对，是豆豆干类，就它的花比较碎，是的，比较散。OK，、哦、豆豆干用的。对，做豆腐跟豆干的那个花都不一样。是。这是豆干。切豆干，给嚼了是嘞。这样对吗？小心就来了。可以。那老板切完之后呢？切完之后就要装到袋子里面。要去里面。装到袋子里面才。好，装在袋子里面。OK。对对对，准备要贩卖。你们是在市场卖吗？还是市场？市场 ，OK。这样可以吗 ？OK。我现在做到豆腐，现在豆腐是刚刚跟那个豆干的花不一样。是。它现在花是比较，就是做的不像刚刚豆干这么散。我现在要把它装到那个它的那装填，这个它历史比较慢，所以要等一下。很多蒸汽，你的皮肤应该很保湿。对对对对，做这个行业比较辛苦，不会干，对不对？不会，做这行业比较辛苦。好，那等一下哦。OK， 它排水，它的现在在沥水。哦，它在沥水，自己会沥水哈、哦。这有它这有打洞啊，这个洞，它沥水。好 ，OK。这边有沥水，它要排水。它现在自己。排水，然后就去压吗？还是这个不用压？那等一下下，因为它这个量还没有到达它的那个高度，哦，不然它会塌掉。OK， 对，就先让它自己慢慢下水下去，然后再加一层，再加一两瓢就可以了。OK， 对，再把它填满，对不对？对对对对，那不新鲜。那在成型的时候就比较好看，它不会塌掉。所以现在老板您是怎么学的？是当初是跟我爸爸一起学。你爸爸教你？我教我大概基本的，后来买了机器之后，跟我爸学的又完全不一样。OK。但是我们有掌握到它的浓度。对。做豆腐要好几个步骤。是。就是它的，就是豆浆，就是我用的非金黄豆，就是蛋白质比较好。啊哈。蛋白质比较好， yeah. 最主要是黄豆要选豆，就是非金的优质黄豆。啊、那个黄豆吗？它的来源是哪里？是美国跟加拿大。美国加拿大 ，OK， 對對對，所以进口。对，那是进口的加拿大。那会不会最近因为海运有那些状况，会不会影响到价位什么的？有。现在的价，现在的黄豆非常贵。是吗？是的，非常贵。所以我们也是想说，买好的黄豆给客人哈、哦，是去使用这样子。OK。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做豆腐这的话，就是第一个就要选豆。是要选豆，对，要选豆。然后水， okay. 我们是用三道水是过滤。OK。对对对，过滤水。过滤水 ，OK。然后做出的豆腐才会比较香浓。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品质会比较稳定。是 ，OK。其实做豆腐哈、哦，就是在于它的成败在于它的温度，再还有它就是在凝固的量，那个叫什么叫做？就食品间那个硫酸钙是，就是它要很重要。对，就是说你多少的豆浆，多少的浓度，对，多少的温度，这个、yeah. 这个全部都要算在里面，再做一个葱花，还有它的力道，是，对，还有它的次数，
万一你今天的浓度太低了，太低了，对，它冲出来的豆腐是它不会形成很好的豆花，是，可能就是松散，哇，对，松散那就是等于是失败了，是，全部要在一个很，就是要有点品质在里面， yeah. 而你做出来的豆腐才会比较好，重点是我们要测浓度，是，是什么？这个浓度。浓度计啊、oh, ，OK， 浓度计就是我们在豆浆下来的时候，对，批下来的时候，它测了它浓度啊、oh, ，OK， 确保它的浓度不会跑掉，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我要给它把那个把盖盖上去了。稍微给它挤压一下水分、oh, ，OK， 没事。水就开始流了，对，重量，对，有了重量之后，厉害。那我要翻豆，那等我一下。好，这个是刚刚做好的豆。这是压它，沥水，沥水哦，把水排掉，把水排掉。漂亮，哇、wow.啊！大哥，你在做什么？在包豆腐和切。这个是一半的豆腐吗？一部分的。你要看它数字，重重七。今天我们高兴来到铜锣的黄家豆腐坊，这是黄老板他太太文圈，我太太的好朋友，他们今天给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做豆腐、豆皮，很多东西，豆干，很大的荣幸。请问一下，你们这一家的店多久了？我们是百年老店。百年老店了。对，从我的祖父开始。那你什么时候过来接的？民国93年。OK， 九三年。那这是你太太，你们一起合作，一起工作，對對對，哇！那现在等一下，我们就过去那个传统市场，铜锣传统市场有这边摆摊，摆摊 ，OK。所以等一下可以过去看一下怎么买。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们可以打扰你们的这个过程，很高兴。小孩子，你们跟老板娘说谢谢，不会，不会，非常感谢你们 ，OK。那我们到时候再先过去看他们怎么卖。OK， 白特，你要称多少？要称到50。这个是豆花吗？对，豆花。哇，豆花，谢谢。OK， 你还有潘潘阿姨，你们这边认得几样东西？豆花，哇，总共吃到几个？还有豆皮，还有豆皮，还有豆肠、油豆腐，对，哇，还有那个豆浆，豆这个就是豆掌，啊，就是那个便当里面，对，这个就是豆掌，这个是豆掌，哇，那平常一个家庭会买一袋吗？
这样子你们、对，大概一个。如果小家庭的话就是一个。那如果多人的话，他就会买两个到三个的。好、OK。你看生意这么好，好多人在排队。OK，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来到皇家豆腐坊去看他们怎么做的。现在我们在他们的摊位，有空的话欢迎来铜锣皇家豆腐坊，让他们买各式各样的豆腐做的食物。这边他们有送我们一些特别的东西，豆花。这是什么？那我知道，好，我知道。豆浆。豆浆。有三种口味。三种口味吗？对，有抹茶、黑芝麻的，还有原味的。还有原味的。对，还有原味的。谢谢黄老板、老板娘。那我们现在要带回家给小的跟妈妈一起吃。大的吃。Sarah， 你醒来了吗？你刚刚在睡觉吗？对。Olivia， Hi。现在回到家了，要开始吃豆花、豆皮，喝一些豆浆，吃早餐。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wonderful food. Please bless the Huang family for their generosity and helping us to see how they make the tofu and the soy milk. Pray that you bless this food to our bodies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Okay. 开动了。So Bethany, 这是什么？那个这是芝麻的黑芝麻的豆浆。这个是抹茶的豆浆。这是原味的，可以吃。Nice. Beautiful colors. Blue. 有抹茶的香味，还有豆浆的味道。好喝吗？对，好喝。Great. Lisa. How is it? Good.那个是原味的吗？嗯，对。你喝的是哪一个？是那个黑芝麻的。还是？有黑芝麻的香味。它是无糖吗？还是有加一点？好像有加一点点。那等一下你喝的是哪一个？那我喝的是原味和这个一起，我把它混在一起，因为这个有甜，这个没有甜。How is it? Good.Sarah， 你在喝黑芝麻的吗？对。有甜吗？对。你的吸管够大了。现在宝宝也来喝抹茶口味的豆浆，第一次喝。Joanna， cheers。你也是抹茶。Olivia， cheers。Very pleasant, warm. 现在还是热的，是刚刚做的热，我们没有加热，对不对？对，有抹茶的香味，还有豆浆。This is pretty nice. Very pleasant. 那我来吃一点什么呢？这边有炸的豆皮，一般的豆皮，豆腐。这是什么？豆腐，有豆腐，那这个呢？豆肠，长得像肠，哇，好厉害！我先吃这个特别的酱油。Oh, that's nice. Yeah. 里面有每一个要吃的。艾拉，你说你喜欢哪一个？豆肠，因为有点像豆皮，可是是一卷。然后外面有一点炸的，里面就是像正常的豆皮，蛮好吃的，对不对？对呢，是豆腐吗？Good。Hi， 恩雅。Hi。好不好吃？好吃。你吃的是哪一个？刚刚 this one？ 长长的。哦，是吗？对。豆肠。哇哦。Hi。Hi。你在吃什么？在吃是豆皮吗？很好吃。对，我。嗨，戴森。嗨。你要吃什么？我要吃豆腐。好吃。Jenna 现在要吃什么？要吃豆花。当早餐。
该是吧。哇。That's great. 好 ，Adeline 现在要放什么？蜂糖。OK， 吃一口吧。Sarah, what? How is it? Good. How is it? Good. Is it sweet or salt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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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thank you, Adeline. Thank you. 你要再吃吗？对。对啊。很好吃，很软。谢谢皇家豆腐坊老板跟老板娘邀请我们过去看他们怎么做豆腐、豆浆等等的过程，真的很奇妙。你们今天喜欢看到他们做豆腐吗？喜欢。你也有参与到，对不对？有帮忙。你们最喜欢今天的什么东西？喜欢豆肠。豆肠，白色你。我喜欢豆腐和豆花。九元呢？豆腐跟豆皮。All right, what's it? 我喜欢豆皮和这个东西。豆花。豆花。What about you, Olivia? 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喜欢，豆皮，还有那个豆浆。真的很好吃。还有，那个豆花。豆花。Sarah， 你最喜欢哪一个？豆花跟豆花，豆皮跟豆花。真的好，哇，好多东西。跟豆浆。跟豆浆吗？对。Okay, great。你看，他们都很喜欢各式各样的东西。我自己喜欢这个抹茶豆浆，蛮好喝的。第一次吃，等一下我还没有吃豆花，我吃一口。吃一口，你们看我吃一口，好不好？How do I say creamy, delish? 入口即化。OK，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谢谢你们收看。现在换你在下面留言的地方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吃豆腐类的什么东西。我是老爸爸 Steve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